你不知道那个表是什么？你长大了没有？真的没有。 对啊，到了然后之前那个飞乐世界也有出过，那个大了，开心就好了，现在。应该是吧。那你们不要再拿旁边再等我同学。 然后现在特别不一样。不要说小米，就是说只要是苹果以外的系列，什么 Android 系列都可能会这样。对，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是把一些资料存在云端化，可以在。 对啊，真的，对，所以我帮你擦干净再放进去，要不要？